结了哈。那请荒山亮老师请。其实这首歌哈、哦、真的是很挑战呢。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歌词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背得很辛苦。还好、okay。但是除了背起来以外，你还要在那个歌词每个字都要在拍子上面，这个歌才会好听。好，那这个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觉得还要再多练习几次，才能够真的唱出那个味道来。好，丁小文老师请。哇，嘉瑜今天选一个灰熊路哈、哦，灰熊不好唱，对不对？对。歌词不只是多，而且很密，在换气上面其实是一个难度，然后要把歌词要唱得很清楚，又是另外一个难度。所以嘉瑜今天整体的表演来说，视觉是真的很丰富，但是这首歌的难度，我觉得你今天的表演其实有一点分心。你会不会觉得今天唱这歌有一点点力不从心？有。自己有吗？因为你知道你每次唱到那个比较长的句子，想来想去啊，卡嘎一拍子全部都是乱的，好像跟不上。那有的时候怕跟不上又唱太快，所以拍子很乱很乱。心情无什么意义，有谁听一遍，想来想去也想你什么人卡嘎一。今天在拍子上面扣的分数真的很多，所以老师其实有一点点为你担心。我觉得你的歌唱有一点点走到瓶颈，就是你刚来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惊艳，你在高段班，但是会希望你慢慢在进步嘛，你要跟自己比赛嘛。但是最近觉得你在歌唱的部分有一点点停滞不前，这个很危险。说老实话，我也很怕子云坐上去啊。子云对不对？对、哦、我怕他们都很强，然后一下就被我打下，他就把我打下来了。对啊，那你是不是要趁这个嘉瑜还在的时候要努力再努力？有吗？有。雨静呢？有。你们要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培养自己，把自己培养成我可以当卫冕者的心态，对不对？不能等人家真的走了，不管是被打下来还是毕业，你们才说我要努力，来不及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大家加油！谢老师。张雨静、徐子云两个人都是90点，而挑战卫冕者，今天蛮危险的。到底卫冕者能获得几分呢？挑战的是两位小朋友90.2。评审，请给分。今天的拍子上面有一些小小状况，分数来到86、87、88、89。小数点继续跑，90，得到的分数是90.2分，卡关一关，持续卫冕7关，奖金维持11万元。是，回去看自己播出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好险！好险什么？哦，你说他差点输掉，对不对？你也把冷汗了，卡关你们才险，不卡关你还好。他卡关，你先拖吧。你看，他还是习惯，要多一次，又多一张黄牌了，怎么办？哇！而且张嘉瑜如果要害你们，他就一直给你卡关卡狮子。这也不是嘉瑜可以控制的啦。没有，他现在就要控制。你们怎么都把小朋友想的心机这么重啊？我们小朋友都是很善良的。其实小朋友表现都很好，来，掌声再鼓励鼓励，谢谢。